记不清第几届的谁最后初六谁傻逼飞行棋大赛开始了，这个规矩还留着呢。好好好好，对呀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不是已经变成谁先扔六谁傻逼了吗？不，谁最后扔六？那是因为你先扔了六，所以规则变了。你甭说，前两届冠军还真是我。那我先托管一下。那规则就变了呀。这届可是谁最后扔谁傻逼？你怎么最近？你六怎么最近这么多的哥们儿？哎，我不是托管了吗？你看我都负多少分了？多一点不好吗？他负一万分，负一万啊你啊，负一万零九百九十九啊！哎，我操！你们两个傻逼，慢慢争吧。哎，我操！很舒服。历史总是惊人的。哇！哎，十二你们两架了哦啊！啊、傻逼托管，傻逼诞生，冠军诞生吧！傻逼托管直接给我升了那什么一架，那咱谁最后奶茶是吧？这个我就一般打飞行棋，在蓝色都是一个很悲伤的位置，一个蓝一个绿都是很悲伤的位置。哦、蓝色自闭位，咱不还有一个规矩吗？谁第一个回家谁傻逼吗？哦，我操！哦，没有了啊！哦。哎，你夫人，你把两个叠起来，对，你让他不能走，还是他往前，只要敢走过来，你就干他。哎，不行，这样你得有四架飞机才能完成这一波操作。夫人，这会儿再扔个五，我那边卡住了那边。哎，他有点要的，夫人带他走啊！当当，扔个四，扔个四。哎，对，哎，你去卡他，夫人，那走不过去。你要走不了，三架叠起来，他三架叠在那里，哦，他反正一换三，我不亏啊！哦，哎，我操，你这夫人，你为什么要逼我呢？哈哈哈哈，走了吧。不知道。哎呦，这个局势就不太对了，我操！看我扔个一，带夫人，再见，一块玩。哎，我操，夫人扔个一。哎，当当马上回家去。夫人呢？咱第一次一起玩你就这么对我？哎呀，夫人，这我摇个一，妈的不是要……哦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啊？没事没事，当当先回家了。没事，他再摇个五怎么办？我得摇四。他摇个四，我怎么办？打起来！陆夫人扔个四。血债血还，冤冤！哎，这我摇个二怎么办？我摇个二怎么办？哎我操！哎，我摇个一怎么办？我摇个一，哎操，摇不到！哎呀，不要呀，夫人，仇恨的传递是会无限连锁递加的呀！没事，我那架飞机……哎呦我操！我怎么就摇了个一？别什么仇恨连锁递加了，你们俩得先打出个胜负。哦，跑了，我先溜了，我先溜了，当当跑了，我来了，你们好，哎呦我操，谁啊？我来了，谁啊？大当家这一步一步蹭的，我来找你，这怎么办？这我要摇个三我才安全啊！巨龙苏醒了，摇个三，这就很难受了啊！哇，我这再摇五的话。大当家摇不出来，你摇不出来，摇不出来，摇不出来。大当家这飞机库，我摇不出来，摇不出来，摇不出来。哎呀，子二，好的，进库一架，完了呀！感觉这架他妈的莫名其妙的进去了。哦耶，好的，师傅，现在开始第二架飞行。这个位置当当能蹲，当当能蹲，当当家。我操！你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蹲我？我为什么要蹲他呀？他蹲我干什么？我什么烂局势？现在明显当当最猛，你第二，完事以后奶茶跟我最惨。现在咱们哥三个就应该形成一个这种，就鹿奶石合约。我操！大当家，你那个大当家，你飞机头都插到 end 里去了，你。你飞机头，现在我们就讲道理应该
就是专心一点。鹿乃石合约，鹿乃石合约的核心点在于什么呢？在于惩戒最强的那个男人。好，那就是你了，那就是你了，完了呀，完了。然后你想想，这他现在马上就要进去了，唯一一个能够阻止他的人就是鹿乃石合约里面的这个石。但是妈的，我现在又进不去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前面陆夫人你把我打了进去。你想，你要是没把我打进去的话，这妈的现在还敢这么嚣张吗？接着忽悠，我要拿一家收你门。我这是讲到了，我要拿一家收你家门啊。奶茶，你想要二，想要六啊？你走二，你肯定走家里进去啊！你打我干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所以没进去啊！我操！你看到没有，奶茶，你能忍得了吗？这个铃铛，忍不了，忍不了。他太嚣张了，这个铃铛。所以奶茶，咱们两个人就要开始使用秘技，你对我释放令咒，让我丢个六。你还记不记得当时？相信你的心就是奇迹的魔法，快来啊！来个六，大当家来个六。好，停。不行啊，你是一个没有什么魔法的 master 呀。你的魔力呢 ？master 大当家可以。哎，当当你怎么不进呢？不着急啊，在那架着、啊。不急啊，他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进去啊。这个人毒得很，贼得很，我跟你说，我要前戏做够，我要铃铛很贼的，一点一点进。哎，还有个二还不进，不是你再不进，你说你到了奶茶面前，奶茶一个六，再一个啥数，你崩回去了怎么办？我进了，我那架飞机还是得到奶茶面前。奶茶这种弱逼 master 摇不出来的哟。谢谢。走了。完了呀，你这不是羊入虎口了吗？对啊，哦六，哦三，三的话先走这家，追杀他，这不是追杀他，这是躲你、啊。你追杀他夫人，我要是你刚才那个六，我就用来盖人的。我看我得扔几，我扔几没有用。六，三继续走，一二三继续走。对，夫人，你现在的信念就他们都得死，都得死。哦，哎呀，哎，夫人，你这要是摇个一二三，摇个三、哎，夫人摇个三，好，他都要进家门了，摇个三，夫人，陆夫人摇个三，摇不出来，我、哦、操，你自己不要念叨这句话呀，摇一马上就玩完啊，摇个四，哎五，摇不出来的，放弃吧。当当，当当，你注意一下，那个东西要过去了。当当，斩草不除根，必留后患。当当，你这弄死他一次，就要弄死他第二次。没问题，我弄死他好几次。对，斩草就要除根。我让他的飞机全都变成。当当，你小心啊！到后来能劫弄他，到后来能劫你的只有大当家，我们谁都劫不了你啊！夫人，摇个死弄他。哦六四，追杀二走，不用怕，他出不来。哎呀，你这不要怂啊！操，巨龙苏醒了，你又苏醒了，你又苏醒了，都得死。说这个话的，我双线操作。说这个话的人，他你们现在不要动我，现在鹿乃石合约已经可以开始签了。你们不要动我，然后我架出两架来，架下当当。好，这是你说的啊。对，我们三面围杀，三面围杀，明白吗？你看，当当我不敢走家里的，我就算摇了一杜夫人，我也不会动你一根汗毛，那就不可能的。合约破裂了，鹿乃石条约破裂了，破碎了，合约破裂了，破裂了，没有条约了。你死定了！刚才砍了夫人，砍了，拖死定了！系统刚才拖管的呀，死定了！拖管，砍了以后拖管，它会那个的，它自动的，死定了！三线操作，我给你报仇啊，夫人，我先帮你弄死这个蓝色。那我先溜一下。哦。我先出来一架，勾引奶茶出动这一架，然后再吃掉他。哎，一
嗯，这叫声东击西。夫人，你看我诚意。夫人，你看我摇到六，我就直接这样一波操作，白五摇个三，我直接带他走。哎，果然是带他走了呀！果然带他走。不慌，不慌，你扔不到五的大当家，不慌，别怕，我摇个一你也死了。一个骰子一共六面，我随便摇两面吧，你就死了。我不慌，哎我操！那有两架飞机，你要能知道你赚的，大当家。追杀，一二三四。我今天就赌这个当当了，我要堵在大门口，杀光他全家的飞机。我操！这我要是摇个三，你走吧，我不吃你。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太遗憾了，当当，我就不是不是不是，零奶茶，我绝对不动你。咱们两个人你走不了，他两架飞机堵那儿，你走不了的，你怎么走、啊？奶茶，我们和谐，奶茶，我们和谐。奶茶呀，我就是血血症啊。鲜血淋漓的血症啊！奶茶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跟你谁俩呀？咱俩都是这种有那种东西、啊。奶茶，你好好考虑考虑啊！咱们两个人有定咒在的呀，你就定咒直接命令我，你说不许吃我，我就不吃了。奶茶直接打你妈！你妈傻逼骂死他！所以他你他妈！我现在终于知道当时那个刷子哥被那个肯尼迪还啃衣服，我终于知道刷子哥什么你吃了。看好我这一步，干他！领导，出口恶气，漂亮！哇，太惨了！啊！我不惜不惜要化回家一家飞机的代价替当家出口恶气。看没看没，什么叫天道好轮回，看到了吗？看到这个小男了吗？没看见。看我面前这个小男了吗？看我一个金棒草飞出去了。你这哦啊，没有，去死吧大哥。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多时了。当当不要慌，出口恶气，我现在追上他，把他们所有人干死。你当当还果然还是咱们两个人才是有契约关系的，果然你要一开始就咱们两个人才能发动令咒，去死吧！啊、他们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他妈奶茶直播间多少？我给他开舰长去，受不了了！我操！你没了呀，奶茶，合约我们这儿的合约已经自然形成，不用签了。巨龙沉睡了、哎，夫人你放心，我就夫人扔不出三的，扔个三给大家看看。哎，这个位置摇不到二，你摇不到这个位置，二摇不到二，你摇不到二，摇不到，摇不到，摇不到，当当摇到二了，摇不到，摇不到了。我得摇到摇二呀！我不要到我了，干掉这个奶茶，摇来就看。深仇雪恨在此一报，走！摇了个三。各位观众 ，This is my twelfth time， 看好我摇个一。我操！秀！我操！你逃不出我的魔爪的！哎呀，这个游戏不是四个人玩的吗？怎么只有三个颜色呀，厂商？哎呀，不知道呀，怎么回事呀？哎呀呀呀，被我打回去了，好玩吗？尴尬，好玩吗？奶茶，奶茶，其实打回去这个规则我才刚知道。漂亮哇！漂亮漂亮，牛逼牛逼！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哎呦，这个路夫人没戏！哇，这我要摇个二怎么办啊？我操，马斯塔呀！哎，还好。哎呦，哎呦，
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你宁可牺牲自己的游戏体验，也要把我那两家怼回去。我那有什么办法？我只能摇一啊。我两个月没仇没怨的。这怎么办？这个办法只有一个，因为当当四架飞机全进去之后还有一个反接点，反接点只有当当家才能够接。哦，这样的吗？对啊。你以为我会背叛我的 master 吗？当当，我就是你以为我会做这样的事情吗？我替当家出了口恶气啊。对啊，你觉得我有可能会把两架飞机架在那里吗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我觉得你可能会三架。没法三架，最多两架。不，可以三架，可以三架。可以三架当的。你想好好玩啊，元哥。元哥你现在想好打啊，你不要乱搞的啊。元哥咱们这些恩怨一笔勾销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一笔勾销。一笔勾销、啊、一笔勾销，一笔勾销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这个局势、啊、一笔勾销啊。你看看这个局势，你现在看看，你想谁可以挽回这个局势？靠我自己，我把他这架在外面打回去。靠自己就挽回了。我元哥你放心，我为了拿出诚意，我就算摇到一我也不打你，那我就是傻逼啊。你打的本来就不是我呀。我看错了。你打的本来就不是我呀。哎呀，我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呀。我看错了呀，我以为我打的是元哥呀。我看错了呀。你打的本来就不是这么大。我看错了呀。一场好戏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吧？一场好戏，我来帮帮你。你看，元哥，元哥，元哥，你看我这边就完全不动后面。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架在这里的，操你个傻逼！我哦，我帮你回去重新架一遍，你这个架的位置不对。对对对，你这么架架不着他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回去重新跑过来再架一下。有本事你扔个四，三四五六，三要摇个四怎么办？三和六，你要摇个四啊？对，四和六啊！谢谢提醒，是四和啊，四减六的二。你就说一次，我再说四啥字？我希望奶茶摇个一，这样我还能有个机会。没了，先进去一下，家门口的可以再复仇。好呀，完了呀，他现在只用人工智能就可以跟我们打了。我人工智能给你们打了。干他呀，干，好的，这操，这是我呀，我你说的干他呀，当家干他，追一下、啊、干哎呦我操。那这没劲了呀。哦，六三一二三，几？哎呦！丢！我操！我他妈有点作，这一步走的。我要扔个四，你怎么办？一个四，一个五。你扔不到四。我一个四，一个五啊！扔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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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扔不到。哎，哎，你还不快跑？太遗憾了。哎，场上怎么只剩三个人了？当当赢了吗？我们怎么还在玩？谁赢了？我赢了你就玩不了了呀！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别急，当当这架且出不来呢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但是陆夫人我胆大心细。陆夫人我胆大心细。胆大心细，对，因为奶茶他不二。啊！哎，哦，是当当家没事。哦，吓死我了！
我不会。我现在主要是要架飞机架那个铃铛，不然我们都玩不了了，是这么个局势。对，我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。嗯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我觉得你说的对。我现在绝对不可能。元哥，你也不要动我，没有意思。好，架他，出来！你看，准备架他。你现在一个六，我要是扔不到六怎么办？陆夫人，你在街上，就这样子。那你看，我没有登场。追杀。好，追杀。追杀他最后一架。对，不能让他最后一架进去。哎，下了窝龟塔。追，我也在追，都在追。追，追住他最后一架。这怎么办？你先扔后面那个六，然后再赌一下，追一下，对，赌一下，一二三四，二和四都能行，对，二和四，哎，干他，让你玩这个当当，喜欢玩，哎，喜欢玩飞行棋，他出来了，又复活了，那个谁，夫人，好。不要慌，先走家里的，还有，不要慌。对，还有一个机会，二，对，二先合并，来个二，还有，来个二，上他面前追杀他，去他前面追他，好，去他前面追他，夫人，去他前面追他，没事的，他绝对扔不出一的。好，我信你们。这是个意外啊，夫人！你一箭双雕，让你们屈辱，让你们屈辱，团灭啊！丢大龙被一刀了，当当，不是奶茶，现在救世主只有你了。你快点追他，你不要再想了。我对他的仇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从这一局一开始到现在。哇，你的仇恨就要盯着他打，使我打出了乌龟卡。哎，完了，团灭了。我去他前面追杀他。等着他前面啊，你想绕一圈来杀我是吗？哎，我在前面追杀他，我在这里等着这个小红色，不要急，还是有机会。夫人，你快出来呀！夫人他妈当然想出来了，完了呀，完了呀，我可走了。我要摇个六。三十年河东，一百年当当。咱改一下咱这次团体活动主题吧。飞行棋谁赢谁傻逼怎么样？哎，可以，哎，我觉得你这个挺好，夫人，我们三票赞成，三票赞成，一票反对无效啊！哎，我感受到了契机，来个一当家把他打回去，我要发动技能背叛者的荣誉，你看扔了个一啊，四啊，我要带你走啊，去他前面追上他，前面带你走，对。去他前面追杀他，不急。哦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啊，元哥！我先给波鲁特，我给不到，你再给一下，我就要成为傻逼了。你再给一下，给一下。五，去他前面追杀他，去他前面追杀他，都在回等着我的名字。哦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最后的机会啊！五，来个五，回家吧。你走家里，你不要动我，好，你不要动我，我去架飞机。完了呀，你快出来呀，夫人，没了呀，巨龙在看戏，我能架，我傻逼赢了呀，傻逼赢了，然后赢的是傻逼，所以加一块都就夫妇得正了，不是傻逼了啊，夫人出来了，夫人搞好，不要，夫人不要搞就完了，我这最后的机会了。为什么是六啊？不打你，
就搞这个当当。你是不能打我呀，你打我你玩什么呀？哎，谁在溜啊？我不会动你的夫人，那不可能的。都危机关头了，当当家还在内讧。没，我这叫素质，我这叫有。哎，好，小哥，给你个机会。我操！机会，不闹，不闹，不闹，表演的机会到了啊！我们画干戈为玉帛啊！现在、给你个表演，一或者五，一或者五，他都死了。哦，机会来了，一或者五，一或者五，一或者五，我替当当把一。好、哦，铃铛，背叛者的荣耀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三分之一的几率，我没了。因为你用我早五主草五主图关系，再来一下，背叛者的荣耀没有起效。你别动、你看我才把这个活动太累了，嗓子疼。你嗓子疼，我心疼了。